河美镇德美公园改造第一期工程已经在最近完工，但因为施工的期间发现部分森林的遗骸，所以河美镇公所今仔日邀请到法师举办普渡法会，希望在全部工程完工后，会当提供居民有一个休闲空间。郑小静的河美镇德美公园，因为树木真多，就算是热天来到这，也感觉真凉。附近的居民都无啥敢来这佚佗，尤其是伫日头落山后，这根本就无人敢来。所以河美镇公所就特别规划，将原有的德美公园重新整修，打破原有的风貌，将这变成一个休闲公园。只是伫工程的期间，施工单位嘛发现公园内底有真侪骨骸，为了避免影响到森林，所以公所嘛伫第一期工程完工后，先举办普渡法会。今天是我们德美公园的一个工期的一个过程，然后我们有挖掘到我们先人的一些骨骸，然后我们今天特地来举办一个普渡的一个法会，然后以先为我们的先人的在天之灵，然后我们今天也有一个仪式，就是把我们先人的骨骸，然后到移植到我们的灵南堂里面的一个八仙宫那边哦，让我们的先人得以安宁。当地里长表示，这个公园完工后，将会当提供当地居民上好的休闲空间，嘛避免成为治安的死角。啊，咱这德美公吼，啊，在一咱管府甲公所吼，啊，努力打拼之下啦吼，啊，真正吼，啊，甲咱建设了安尼吼，感觉非常的阳光吼，很阳光吼，啊，这看起来就非常的清吼。啊，无像较早安尼吼，安尼暗闪闪吼。我相信这经过咱镇公所吼努力打拼改造了后，这个公吼会真侪人愿意来遮运动。改造工程将分三期进行，除了已经完成的第一期之外，未来也够休闲设施等等设备进驻。我们德美公园总共分有以三期的吼，然后我们现在是第二期的一个工程，然后我们第三期的工程如果再完成起来，我们德美公园的一个透光性会很高，然后会让一些设施然后再增置，然后让我们德美公园能符合现代化的一个公园。普渡法会由河美镇长甲国里长共同参与，期待伫德美公园改造完工后，成为市区上大的公园绿地。好居民拢会当伫上舒适环境当中，感受到公所用心、甲基层建设所带来成果。新中华新闻，北平林河美采访报道。